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宣誓。 请宣誓。我宣誓，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维护宪法权威，履行法定职责，忠于祖国，忠于人民，恪尽职守，廉洁奉公，接受人民监督，为建设富强、民主、 文明、和谐、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，宣誓人张军。